便当，多少人来？老实说，多少上班族去为了那家那个便当店的菜脯去点他们便当？对不对？所以这很重要。小兵立大功就是这个东西，赶快看看怎么样做才好吃。好好哦，来，哦，叉菜脯。哎，这是鱼干嘛？对。丢哦，小鱼菜脯，叫丁香鱼干，丁香鱼干哦，嗯，啊，这丁香鱼干吃啊一挂，对身体较好的吼，哦，好，啊，是咱是用伊来调味，嗯，啊，一定有淡薄阴性啊，哎，阴性啊，哦，啊，这不是淡薄呢，这么袂少嘞，对呀，那这个是拌饭嘛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对啊，咱叫淡薄这个客家萝卜碎啊，哎，好，好来。妈妈，这油无介济啦，但是咱这个先甲放落去煮吼。哎呀，谢谢。所以这油待会没有要用，对不对？只是炸一下。对。所以妈妈不要太多油，因为这油可能就不好用。对对，因为你无少煮一个。炒炒青菜而已。你无少煮一个，为这个丁香鱼干哦。香。不香，臭头。万一你若拄着臭头，你这个皮板袂掉。对。来，咱即摆用绳啊，绳索落到田头剪一个。那菜脯要不要剪一个？唔免。好啊，即摆剪到用绳啊，旁边走出来啊。哦。安尼就好啊，今底卖搁放油啊。好。好，啊，咱即摆来，迄个小蛋嘞，菜脯米吼。好。啊，再有姜蓉先落来。姜末先下吼。嗯。好啊，姜末插落以后。菜脯，哦，香。这顺序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先就是要先把这个硬皮啊跟那个丁香鱼要炸一下。对对，啊，咱即摆注意看吼，来，煎过菜脯啊，迄个丁香鱼干跟硬皮啊，放落来。哦。炒好的一罐一罐送人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当礼物。好啊，这么拌咧炒了后，妈妈注意哦，撇布来啊。好，咱就头拄啊浸丁香鱼这个水啊。好，甲开一锅落来。哇，要丁香鱼水。因为它很鲜嘛。对对对。好，啊，这么注意看哦，妈妈吼。来，咱这么菜脯硬皮啊，丁香鱼来得有足侪水对不？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给它一两分钟时间。好。水做大哦，啊，菜脯皮也照出来哦，啊，丁香鱼本来扁块块的，哎，也回嫩，哎，啊，硬皮啊，咸多也照出来，硬皮啊，蛮回嫩，蛮回嫩，啊，咱即马目睭就是定伫个讲，即马即个水分哦，缩好大，加其他的配料配入来，才阁定炒，哦，就正正就都在炒了，哦，就是让那里面吸饱水，对，外面要干爽，对对对，哦，好来，我在这边呢下一点点的糖，糖。淡薄啊，就好吼，嘛免伤济啦吼，较袂遐死咸。哦，啊，唔免放二素，放遐温温唔通哦。哦，刚开始闻那个味道，原来真的是酒花的味道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加这水分拢炒较淡。嗯，对。来，即马蒜头放落来。蒜头，蒜头下去就很快啦，对不对？其他也很快了。因为蒜头袂用炒全骨嘛，对，辣椒，辣椒，这是炒看的，袂介咸啦，哦，吼，袂介咸。你个看啊，即马安尼哦，安尼五花十色，各行各业嘛，吼，对对对。来啊，即马这韭菜花，韭菜花甜的，哇，这便当店要炒一个这个吼，哦，好，啊，这淡薄红葱肉燥，哎，红葱肉燥，红肠的烧吼，嗯，哎，那不用加酱油，不用加酒，什么都不用，千万不要，麻烦一下皮给我啊。不要加酱油，不要加酒哦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哦，原来如此，这不会死咸，对不对？不会，不会，因为你有菜脯本身的咸。对。哦。哇，好咸！要是我一定会放。下次哦，我如果得罪大家的地方，我会炒这一盘这个来讨好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多好啊！这就叫什么谢罪礼。来，试吃。哇，这整个味道很协调哎。嗯。哦。那油香味就完全靠那个玉米啊跟那个。对。小鱼干带那油香味。对对对。嗯。而且吃了之后你也不会觉得干干的。嗯。就觉得应该来碗白饭真的。嗯，侯姐。试试看呢哦。口齿留香，那鱼的味道最后还会再回一下回来。对对。哦，侯姐。哎，再辣。口水还在分泌哦，超赞超赞！我等一下一定要弄一罐啤酒或者是可乐来配，好假哦！去过没有你才会知道，因为你看不到吃不啊，看得到吃不到，所以一定要在家炒一炒 ，OK？ 好吃，谢谢，谢谢。